等着，上去别动，等着等着。哎呀，艾米是马上就成骨瘦如柴了。赶紧再补一顿啊，补一顿下边就再补就没你的了，为啥呀，就该断奶了。给你挑一盆多的、啊、多的多的。来连汤一块儿的。喝汤吗呢，喝汤吗，来来来。他不喝。那不喝汤肉了我们。这这这。先吃鸡。他爱吃猪蹄儿。这个鸡你看炖的，直接到嘴里就没了，化了已经。哎呦妈呀！他吃的快啊。嗯。底下呢？这个这个这个啥？这个脆骨，底下底下，这这这。又掉底下了，他怕你，他也想护着。你看他吃多快，他吃的很快。艾米这一天那个营养可不少。嗯，早晨吃了四个鸡，中午早晨吃鸡，又吃这个这个什么，肉粥，肉粥，有时候还给点零食。这一天下来，这个饭量增加了，就是身体不上胖。为啥呢？就是这几个小狗给它吃奶吃的，就没有办法。先把这鸡吃了，最后啃骨头。先吃那肉呗。先吃鸡。阿米，对，把鸡吃了，哎，还有肉皮，哎，对对对，他知道怎么吃。你看这一块，这一块大吧？给再给一个带肉的，你看看吐出来了吧？你说吃好吃的吃的多了，真是。骨头到时候磨牙用。嗯。那就把这个骨头拿出去，让他喝汤行了。行，你端出去吧，一会儿再给他。嗯，喝汤吗？对，让里边鸡蛋吃了，一会儿喝完汤再给你啊，回窝里啃去。对，不行，回窝里那个漏风板缝大，去旁边这个铲床里行了。不能，不是缝大，而小狗该给它抢了。那几个骨头还是等它出来玩的时候再吃。一会儿就在这啃吧，让多米去那个铲床上吃。多米，上这儿啊，上上上上。这儿啊，回来回来回来，上去上去上。哎，等着啊，你进那儿干啥？你端肉去端肉去。你看这馋的，马上该你马上该你啊！看多米开始慢慢消瘦了，你俩真是的是骨瘦如柴，你知道吧？你俩瘦的严重。来来来，转这边来，这边来。还没开始呢，就把汤给喝一半。吃吧吃吃吃吃。那你吃吧。慢点啊，慢点嚼。多米现在也开始消瘦了啊。你说他俩就属于骨瘦如柴了，妮妮还好一些。多米这七只小狗现在这个吃饭这个量也比较大了，过一段时间能考虑考虑，不行就给它加点喂辅食，嗯，加点奶粉，慢慢的给它加上菜辅食。哎，这个肉蹄儿粘上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给你拿下来吧，用。吃完了自己想办法，不用管它。狗是生存能力最强的一个东西，所以说不用管，咋着都行。就是那汤别洒了就行。看了看了已经。嗯，他有的是办法，我跟你说。他不是你看人家吃是往下剔肉，他不是跟他们两个一样，直接把那个骨头给
一大口就吃下去了，它不是那样，它慢慢的剔肉，你看见没？嗯，就是。还会吃啊。嗯。把这肉筋。你要给它拿出来，它是不是得用爪子呀？倒出来之后。你就让它这样吃吧。每个狗有每个人的每个狗的办法，是吧？嗯。扣扣汤。其实汤跟肉分开是挺好的。哎，不会撒的哪都是。吃吧吃吧，把这里边清，把这里边清，来多米。我记得多米会用爪子踩着吃啊，他不踩着吃。你没发现多米的牙齿咋那么厉害啊？他从小都没给他让他咬过那啥东西。嗯，挺好的。哎呀，两边嘎嘣响。一样，就是人家多蜜的你那个肉，两块呢，还有两块呢，不是，我把那个肉给剔下来了，两块骨头，还有跟刘跟他现在在吃那一节一样，有一块那个骨头。人家是吃着喝着，你知道吗？吃的方法都嗯。鸡蛋最后吃吧，嗯，行不行啊？这家伙，你看多米的毛，特别顺，特别黑，黑又亮。他不顾得咬他那一块。嗯，嚼开了，嚼开了。给，吃这个。还有呢，给，东明，来，这回知道了。今天三个母狗把这营养餐都吃完了啊，展示了一下美食大赛，看谁吃得快。再一个，就是刚才那个事儿，啊，看看，我得想办法解决一下。嗯，这两条呢，主要是现在是属于那种偏瘦了一点。他这小狗四十天了吗？得。嗯，差不多的，快了快了。对，给他断奶，这个还得坚持，还得带，因为那个小狗还没出满月呢，出了满月再带个一个星期，40来天吧，带到40来天就可以给他断奶了。这还有个大骨头呢，还是不是？后边等着呢，给艾米吧，要不？别给他了，他吃的不少。是他可吃的这么少了，这家伙。这俩骨瘦如柴的。嗯。